《弟子规》一解，总是概述。《弟子规》原名《训蒙文》，为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所作，其内容采用《论语·学而篇》第六条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。”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的文意，以三字一句、两句一韵编纂而成，分为五个部分加以演述，具体列举出为人子弟在家、出外、待人接物、求学应有的礼仪与规范，特别讲求家庭教育与生活教育。后经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，并改名为《弟子规》，是启蒙养正，教育子弟敦伦尽分，防邪存诚，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。